大家好，歡迎收睇《詭異新世界》，我是花仔星，我是詭異的 Victor。Victor， 我哋今日講咩咧？今日講咩？今日繼續講啦，好嘛？繼續講翻我哋上個禮拜未講完嘅嘢。好啊。咁我哋上個禮拜講啲咩啊？喂，上個禮拜講咗好多金字塔嘅嘢啦。係金字塔之謎。咁再上個禮拜講咩啊？我哋再上個禮拜啊，我哋講咗嗰個何老師啦。何老師即係 Mrs. Ho 啊？即係咩啊？嗰啲埃及嘅一啲傳說啦。埃及傳說唔係應該個我哋個 episode 個名叫做咩啊？叫做唔記得咗。唔記得咗先嚟噶。真係唔記得咗。係啊。法老邪教。係啦。係啦，法老邪教，我呢集都收到唔少嘅觀眾嘅 inbox 嘅。嗯。咁之後嗰集都有。係啦，咁我繼續今晚都係會講少咗埃及嘅，咁呢個咧嘅關今晚嘅關鍵咧就係話點解呢個埃及嘅一啲嘅古嘅神話慢慢喺影響到埃及嘅人之後，就慢慢咁陸陸續續影響今日嘅共濟會。嗯，係啊，因為呢個咧就個説法就非常之咁點講啊？有啲些微嘅關係啦，咁當然啦，當中穿插住一啲聖經故事嘅，咁、啊、如果你唔信嘅話咧，都當一個故事咁聽啦。咁但係你要即係知道一樣嘢就係聖經，即係我講緊呢個泛基督教啦，已經係地球上最廣為人認識嘅一個宗教啦，啊，即係最大嘅一個宗教啦，啊，咁所以就話啦，就算你唔信咧，你抱一個開放嘅態度去聽咧，你當故事聽咁都 OK 噶啦。嗯，喂，我問翻你啦，你覺得意會最深咧？呢兩頭嗰兩集咧，你覺得有啲咩問題啊、觀點啊、得意之處啊咁咧？我哋當一個 recap 俾翻觀眾好嗎？我覺得最得意嘅地方會係前兩集嘅時候咧，就講呢一個何老師嗰個故事啦，佢可以拉到翻呢個基督教嗰啲嘅一啲嘅教義咁樣咯。你要講清楚喎，何老師咧呢個神話咧，只係參照基督教嘅故事嘅 similarity 啫，所以個奇怪在而家啲人將佢哋嘅神話攤開嚟同一個基督降世嘅一個神話，即係基督降世嘅一個事實，聖經記載一個事實，去做一個對比，居然發現一個共通之處。咁調翻轉頭問啦，咦？這個神話呢、這個古埃及嘅神話點解會？出現咧，唔通佢哋古埃及人係曾經有一啲好勁嘅先知嘅 prophecy， 能夠預測未來咧？但係奇怪在點解呢個似乎係一個被篡改嘅一個預知未來咯？冇錯，即係嗰個感覺就係好。就係會覺得點解嗰個時間嗰個故事本身係會有一個穿越時空性咯，成件事。但我自己覺得咧，我覺得呢個唔係重點咯。即係我點解咁講咧？假設嗱有觀眾問翻我嘅真係，我自己覺得意會就係話咧，會唔會係當時嘅古埃及咧講緊上萬年前喎？上萬年前嘅人類，我估計都應該都好即係未被開發啦。假設佢哋群居生活。都只是用即係滿足自己最基本的需要啫，食同瞓啊、生啊、死啊諸如此類啦。咁但係佢哋會唔會講得咁遠層次啊？一啲嘅宗教上高啊、救贖上高嘅一啲或者咩大使命咧？我相信未必會咯。咁但係點解偏偏會有一啲嘅資訊話俾你聽，將來會有啲咁嘅事情發生咗，而可能因為口述啊或者係啲某些緣故，呢啲咁嘅故事被神話化，再被篡改咧？即係會唔會係咁樣的情況之下，將一個俾你活生生嘅一個預知未來嘅事實，慢慢變成變咗質，變咗做第二啲嘢。嗯，即係其實我都估計係開頭可能話真係有啲方式令到某一班人去相信未來有一個救世主嚟啦，即係有一套信息喺度。咁但係嗰套信息可能中間俾插某啲原因啦，你話係宗教立場睇話會唔會係魔鬼去篡改咗一啲嘅 prophecy？嗱，呢有可能性啦，又或者係一啲人啊口述誤傳嘅關係，一代一代呢個神話變咗質，變成一個古埃及神話都未定。咁但係我覺得呢兩樣嘢都唔係一個重點，即係個重點就係話，我覺得係到個聖經故事發生啦，原來真係某些證據係證明到法老呢一班係即係邪術嘅，行緊邪術嘅，係一班唔正，即係點講係啲。
行緊啲邪行嘅一啲嘅邪術啦，對比緊一班係信耶和華嘅嗰、那個摩西嗰個法力就係摩西嗰、那個那個像就變成一條蛇，食咗佢食咗法老嗰條蛇啦。咁呢個似乎係一個臨界點咯，即係好清晰話俾你聽，信耶和華嗰個先係唯一嘅神，先係一個正派嘅宗教。而呢班法老古埃及所相信嘅一啲嘅咩啊嘅嗰啲嘅神話咧，全部都係邪神咁咯。咁好啦，當你即係有啲似係一錘定音啦，就話俾你聽，法老呢一扎神話咧，全部係披根哥啦，即係已經係啲邪神啦。總之就咁，我就調翻轉又問啦。今晚其實想講咧，原來佢邪神當中咧，我哋聖經入邊嘅一啲嘅偉大人物曾經都是參拜呢啲邪神喎，即係其實佢開頭嚟講咧係拜耶和華喎，而且好忠誠嘅喎，但係唔知點解慢慢地就腐化啦、墮落啦，就甚至乎一齊嚟拜邪神啦。你認識嘅啲故事可唔可以舉兩個？兩個咁都一兩個係，我想好多個㗎。係啊，因為我記得係呢一個出埃及嘅時候咧，佢一班嗰啲嘅以色列人啦，咁其實係不斷係。面對，因為佢行嗰條路咧，都真係幾辛苦嘅，會不斷面對試探，然之後有時係咪都會去拜一啲嘅咩牛神啊嗰啲嘢噶？嗱，你講咧呢個就係嗰班以色列啊，好似有一個叫 Aaron 嘅人係嘛 ？Aaron 嘅人咧就睺阿摩西就上咗西奈山接呢個 Ten Commandment 嘅時候咧，就自己整咗個金牛屬出嚟，嗰個金牛屬咧就引咗成班嘅人去拜。咁我調翻轉又問你啦，其實當時假設你係。雖然我希望不要搞到很宗教徒咁啊，其實咧嗰班人咧就見得變乜拜乜啊，信仰程度好低嘅啫，唔知道咩叫耶和華。你話好咪信咯，最緊要我有益處。咁基於咁嘅信心嘅時候咧，好容易出事喎，因為有一個人走嚟話啊，呢一隻金牛屬咧可以帶你永生之門嘅，即係呢啲埃及嗰啲 term 啦嚇。咁佢哋班人又信喎，咁係全部乖乖咁啊拜只金牛屬啦。咁當摩西嚟到嘅時候，見到金牛屬就發咗癲啦，係嘛？就攞支杖可以打爛只金牛屬嘅話，好似話，係咪啊？咁上下啦。咁總之咧都有記載話係見有件咁嘅事。咁呢個金牛屬原來就正正係嚟自呢個古埃及嘅一個邪神。其中一個邪神啦，我想講翻啦，今晚我又引一個人嘅，佢叫做 Albert Pike。Albert Pike 咧，佢就死咗大概200年到噶啦。你知唔知係咩人？唔知喎。唔知。死咗200年，我啲難去知道係咩人。咁你 Q 呢一張相啊，第四張相啊。好，麻煩第四張相嘅，呢個就係佢啊。係啦，嗱呢一個 呢個人咧就叫做 Albert Pike，中文叫艾伯特派克啦。咁如果你即係熟悉呢個美國嘅陰謀論咧，你就唔會唔認識呢一個人嘅。佢咧18世紀嘅時候咧，當時美國南北戰爭嘅，佢就係一個南部嘅一個美國同盟國嘅同盟軍啦，志願軍啦。佢嘅服務年份大概18世紀中啦。我講少少佢 bio 啦，佢就住喺 Massachusetts 嘅，咁佢就嗰啲 background 我唔講啦，咁佢係一個記者啦，同埋一個律師啦，即係總之就係、是、都唔係好緊要啫，佢參軍嘅呢個麥美嘅戰爭啦，美國嘅南北戰爭啦，內戰啦，最重要嘅一件事就係佢係一個共濟會嘅會員。而且他還是第33度最高的共濟會會員，他是接受這個古代接受蘇格蘭共濟會儀式，即是 Scottish Rite 的那個 member， 就從這個蘇格蘭那邊引進了共濟會去到美國，而且做了最高層的那個人，即是第100交椅啦。他有什麼特別之處啊？他就作了一本書，這本書呢到今時今日都是影響著每一個共濟會的會員，差不多每一個共濟會會員都必讀的一本書，叫做 Moral and Dogma。 Moral and Dogma 是啦， Moral and Dogma 即是什麼道德和什麼規條，道德與規條的一本書。好，我們看回真人先。好，道德與規條這本書呢我看了幾次，但是呢看了幾次呢我只能夠很概括告訴你，
入邊咧係好奇特噶，包括一啲我到到而家都唔明噶，日月星辰啦、一啲地球上嘅一啲規律啦、大量聖經嘅內容啦，即係舊約添，尤其係嗰啲咩亞伯拉罕啊、羅德啊、以撒、亞各啊，即係諸如此類嘅啲人物嘅事蹟啦、大衛啦，最重要嘅就係所羅門。出現過數十次咁多佢嘅名稱，古埃及亦都出現數十次咁多。嗱，佢仲解釋咗共濟會會堂嘅一啲嘅層次啦，亦都解釋咗佢哋存在嘅意思同埋意義啦，點解會喺度啦？嗱，呢一本書深深入咁影響住每一個共濟會嘅分社，影響住每一個共濟會嘅會員，幾乎每一個都必讀啦。似乎他們知道一些的知識可以在這本書裡提到出來、我看了這本書，我就剛才先說為什麼舊約有一個聖經人物有這麼獨特，而且他變節了、剛才花仔星說的那個有個摩西有個 Aaron 製造了一個牛屬出來，接著就很多以色列人去拜他啦，那你開頭以色列人信耶和華的，你忽然間拜他，咁咪即係激嬲耶和華咯，耶和華嘅義怒都係嗰度嚟噶。你我哋睇基督徒嚟講，睇舊約聖經，成日都講萬軍之耶和華，但係講親萬軍之耶和華就唔係好嘢嚟嘅，講親都係一係就神會責備啊，或者係懲罰噶啦。你明白那個意思啊？嗰個層次嗱，點解一樣嘢會觸到神？原來就是神最 offended 的一樣東西，那樣東西就是褻瀆神靈，就是那個 blasphemy 那樣東西。那做什麼東西會褻瀆神靈呢？就是你這班人明明是信著那個教的，你走去信他的死對頭，那就觸動了那個機制咯，就是這樣說。好啦，我又問回你了， 那你印象中有哪個人變節了呢？在舊約裡面，舊約裡面你會不會想說我們今天要說的所羅門呢？你很明顯你跟我夾料就很明顯你跟我夾料你就知道我說所羅門啦，但是你下一次可不可以給一個好一點的插入呢？好不好？即是不要忽然間這樣說呢。好 OK， 不要緊的，你可以說回多一點這個所羅門的。所羅門是誰呢？咳咳，所羅門是大衛的兒子。我唔記得咗，你記唔記得我第一次講法老邪教咁啦？點解會對比翻呢、這個呢、這個叫咩啊？我講緊埃及嗰邊，咪有經歷過四十八代之後，咪有一個荷魯斯出世嘅。佢個成個故事 story plot 係抄翻成套基督教嘅信息噶嘛。咁你記住啦，而家我講緊呢一扎人，譬如所羅門咁啦，係嗰四廿八個當中嗰尾嗰幾個嚟嘅。OK， 咁佢之前佢爸爸咧，阿大衛，大衛你聽過啦，應該好多事蹟噶，甚至乎舊約聖經入邊嘅詩篇咧，大量嘅詩句都係佢作出嚟嘅，佢作我嚟感謝耶和華啦，嚟去讚美耶和華啦，咁變咗係。你見到詩人，他們叫詩人大衛是很 romantic 的，即是經常很親近神，很崇拜神，還有經常都有很多讚美的說話，但偏偏他一生呢又不是這樣的。他雖然說即好的時候，好景的時候就得到神的祝福啦，但是原來他中間呢都曾經墮落過，又犯過罪的。你知不知道他壞什麼？壞鹹濕。怎麼鹹濕啊？你說他首先好像是裝人洗澡，然後又選人家的老婆這樣。具體一點說，他就真的裝人洗澡的。他為什麼呢？那個故事呢，就是誰啊？他的裝人老婆的叫什麼名字？叫什麼名字？別斯巴。所羅門呢，不是所羅門，大衛呢有一天呢就無啦啦，即我當故事這樣說，無啦啦就裝到個女仔洗澡，他呢就覺得可能人家的身材很好，又起了淫念，就想據為己有將這個女仔。當時呢大衛呢已經貴為這個，即已經受神祝福了，而且他是
萬世的祝福啦，即係話你的子孫都會是以色列的王，即係講咗一句噶啦。咁佢都唔心足啦，即係總之佢係一個王啦。當你做到sorry 啊，當你做到皇帝咧，你需要權力啦，你需要即係你有無上嘅權力啦，你已經你係覺得咩都係你合理化嘅所有都。咁所以佢見到呢個女仔，佢就貪戀呢個女仔啦。佢就甚即係莊園人沖涼都唔緊要啦，仲要就。跟他發生了性行為，但這些不是我和你作出來的，是聖經故事來的。他最尾呢就是跟人發生完性行為 都算了，還要讓他知道原來這個女生有老公的，最後殺了他老公。讓你這樣計算，你粗粗地你都計算到三條罪，一是作人沖涼，跟別人發生性行為，然後就殺人老公，是啊，未計通奸啦。未有，當雖然話當時未有十戒嘅，有十戒未啊？當時應該有噶咯喎。摩西噶嘛？摩西之後啊嘛。係咯。咁有十戒啦，十戒犯咗三條咯喎，已經。嗯。係咯，咁係咪？咁你估耶和華會點咧？要啊。會懲罰啦，係咪啊？嗯。嗱咁 anyway 啦，佢個故事咧就係話阿大衛咧係面對，因為要承受佢罪行咧，就面對緊即係佢自己墮落啊嘛，要承受翻佢自己罪行咯。嗱，咁佢之後嗰幾年唔好過，咁你翻去查下聖經，究竟阿大衛嗰之後嗰幾年幾難過啦。咁不過我唔係想講佢，我係想講佢個仔啫。嗯，佢個仔又唔係一擔擔咁樣咧？佢個仔唔係一擔擔啊，佢個仔係唔錯噶。你有冇聽過關於所羅門嘅一啲故事啊？所羅門，我其實呢一刻我想講下所羅門有幾成功。去看他的版圖先啦，他比他的爸的版圖更加大，我們看第十二張照片。嗯。據翻譯啦，這張照片我網路找回來的，這個是類似迦南地啦，或者以色列啦，就紅色的地方呢，就是他爸爸大衛呢，打江山打回來的地方，這個就是那個他們所謂的以色列國啦，即是，到所羅門的年代呢，就變成多了橙色和黃色的地方了，總之變大了就整個。它變大了很多。這個就譯做所羅門的帝國，其實應該正統應該說叫做以色列國的。就大家有印象啦，總之兒子是比爸爸就更加厲害的。我們回來先，看回我們人先。你小時候有沒有讀 Bible School 先？所羅門有什麼證明他是比較聰明的？哇，這個我不記得了。你剛才才說而已。你話有個打機嘅話你聽噶嘛？你講緊點樣？點解聖經有乜嘢事例證明所羅門係絕世聰明啊？死啦！頭先我講咗啲咩？兩個女人啊嘛，係兩個女人啫嘛。哦，係啊，係啊，佢係兩個女人，跟住有個係爭佢啊，定係點啊？就是這樣，總之呢兩個女人爭個 BB， 其中一個是媽媽，另外一個不是的，因為她自己的 BB 無緣無故夭折了，她想隨便搶別人的兒子當是自己的。我記得了，我記得了。那你繼續說吧。跟著是不是說要不知道丟兒子到哪裡？不是，所羅門因為他們兩個搶同一個 BB 嘛，將件事搞大了，那就走去皇帝那裡申冤啦。那皇帝就所羅門就見到件事，你不要爭，一人一半啦，是一人一半，刺開他，跟住之後咧，就逼一個，逼阿媽就話求唔好啊，唔好啊咁樣嘅嗰個就係佢阿媽啊。OK， 啊係啦，咁就即係所羅門咧，假定就依個親生媽媽咧，通常有愛心嘅，寧願捨棄佢都唔會希望殺咗佢個生命嘅，咁所以就將個 BB 就判咗俾讓俾其即係唔好殺佢嗰個啦。OK。咁所羅門真係有無上嘅智慧嘅，咁據聞咧聖經入邊描述咧呢個係。有史以來啊，即係有史同埋將來之後啊，即係點講啊？今晚啲表達力好差。從古到今，你講緊？從古到今啊，唔止啊，直至未來嚟講啊，即係有人嘅，有人嘅任何嘅 civilization 咧，都唔會有一個聰明過所羅門啦。總之，所羅門咧就係絕頂聰明嘅人。咁你咁你覺得佢聰唔聰明先？聰明，即係呢啲無頭公案咁樣啊嘛。咁佢好聰明嘅，你睇下個爸個江山大咗幾倍咯。即係你睇呢啲，你都覺得佢就個比佢阿爸更加犀利啦，係咪先？嗯。不如咁啦，剩翻啲時間咧，佢有幾聰明同埋
嘅墮落咧，我留翻下一節再講啦。同埋呢個所羅門同共濟會有啲咩重大關係？點解共濟會會咁深信所羅門嘅嘢嘅咧？我留翻下一節先。不過請你介紹下我哋呢個節目啦。嗯。我哋呢個節目叫做《詭異新世界》，係講好多嘅陰謀論嘢啦，又或者係一啲嘅聖經嘅嘢啊，或者係啲宗教嘢啊、邪教嘢啊，嗰啲唔同嘅一啲嘅陰謀論啊都有嘅。咁咧就係$100三個月嘅，可以上翻 MHRTV 嗰度再去做翻個重温訂閱翻嘅。等我講兩句先。嗱，其實咧我就中意隨心啦，有啲叫做書本上嘅知識咧，有啲疑點咧，我會好著眼咁去研究啦，或者去探求啦，咁為求攞出一個立體啲嘅影像啦，我唔夠膽講我揾嘅資料係啱，亦都唔夠膽講話一啲係絕對咁啊。所有嘅嘢咧，只會攞翻嚟喺度講，講完咧你自己做一個判斷。咁有時有啲有得意嘅，我個處理手法咧，我係中意叫做咩 connect the dots 啊，即係會一件事會引發另一件事，咁但係似乎呢兩件事會有關聯性咁。咁留翻個，但係個判決會留翻去觀眾自己嗰邊咯。啊，咁今晚咧就係、是、一班呢個共濟會，咁啊共濟會咁點解會咁深信所羅門嘅呢啲事蹟嘅咧？因為我覺得好得意，不如就留翻下一節再講嘛。好啊，我哋下一節再見啦。